三个可怜的孩子，妈妈跑了，爸爸死了，居住在深山里，与73岁的奶奶相依为命，再次探望，送来了好心家人们的关爱，完成陪他们采蘑菇的心愿，希望孩子们不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，能够健康快乐长大。燕子阿姨，你不说秋天是蘑菇，你们秋天会不会来？我当然会来了，孩子。秋天带你去吃大采蘑。哦，行，没问题。您呢，就把这个钱先收好。啊，好多呢，这个蘑菇。不能吃，放的。这个蘑菇不能吃啊？你看，哎呀，这个窟窿是冒烟的。哦，冒烟的就不能吃啊？对。吃了会怎么样，亮亮？糖板。吃了糖板板了，还好有你呢，要不然阿姨捡上毒蘑菇该咋办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清淡呀，真行。看来这种蘑菇是不能吃的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要是出来，万一采蘑菇遇到这种蘑菇可不能要啊，这不行。走，咱们再找能吃的蘑菇。你又摘到一个红色的啊？真的？蛋蛋，这个蘑菇能不能吃啊？能。这个蘑菇是能吃的。亮亮，这个会不会糖板板？不会，这个不会糖板吧？这个蘑菇很名贵啊，闻着还觉得好香呢。来，咱们装起来吧，走了。你装着这个桶。好嘞，哎呀，丹丹送给我了，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啊，又找到一个。我看，啊，这个蘑菇也是名贵的，是吧？这个是小的。这个小的啊，哎呀，真好。剥一下，还得剥一下泥，这才是专业的。这也是专业的，对，哇，你们这都给阿姨了，你们篮子里还没有呢，是不是？亮亮也发现一个蘑菇，呵呵，太好了，放到咱们的框框里吧，还得摘一下泥。一看这都是专业采蘑菇的，这个蘑菇真的好啊，快看一下，这下边也是绿色的，上面也是这样的。你不要吗，亮亮？送给我啦。亮亮送给我了，我又有收获了。快看，其实阿姨听说这个是好像是一种药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如果说手破了的话，抹点这个就好了。对，是不是？这个里面，哎呀，好专业。这个里面，嗯，这个，对，就是如果手破了，抹一点这个就好啦。对，哎呀，好专业，好多蘑菇啊！你看，哎呀，这个也是刚才那个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走了走了，拍拍手，快快快，走了，不玩了啊，不玩。你看这个小调皮，这个颜色的蘑菇能吃？这个是羊辣了。羊辣辣，啊，这还有名字呢。这种是啥呢？这种是白蘑菇。白蘑菇啊，这都是很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哇，你们都送给我啦。这是啥的？哦，啊，能不能吃？这都是能吃的啊，好有收获。你看，各式各样的啊。别人，这个能不能吃？别人扔了就不能要了，这是别人扔的蘑菇啊，别人扔的全有蛆，有没有蛆？这里面啊，真的有蛆了。我的这个刚刚过的没有。哦，这个是没有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我领个小军师啊，这小军师真牛。亮亮，你慢点啊。哎，你又找到了，哇，太好了！你等等我啊，娟娟说找到蘑菇了，咱们下到这个沟里面去看一下。你也找到两个啊？哎，我也看到蘑菇嘞。我找到这个蘑菇了，但是亮亮说不能吃啊。阿姨，你看我找到了这么多蘑菇啊！不细看根本找不着啊！大家看一看这个丛林里的蘑菇，哇，亮亮摘的这个好大呀，真亲。大家快看一看啊，我真的带上三个小家伙，不是我带他们采蘑菇，是他们带我采蘑菇，是真的啊。这个怎么吃？可以凉拌。可以凉拌。嗯，对。还像海底的珊瑚，咱们拿回去凉拌。这得多采一点，它因为用水焯过之后，就没有多少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嗯。哎呀，好有成就感。我看呀，红这个红蘑菇，这个能不能吃？能。这能吃啊，这个蘑菇漂亮，来继续寻找，这儿有好多蘑菇，快点，在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哎呀，好大呀，这个蘑菇值不值钱？值钱。这个红蘑菇值钱啊。就是干了卖很值钱的。干了卖很值钱的啊，像这种蘑菇。
好厉害啊，真的好棒，又送我了，送我一个啊、哦，收获满满。现在采了这么多了，哪个藏在这个树后面了啊？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，快看！哎呀，藏在这儿了。像这种蘑菇真的又值钱又好吃，哈哈，一说到钱两眼放光，太开心了啊！收入囊中，走，看看。看看亮亮采了这么大一个蘑菇，真厉害！哎呀，真的好激动！大家快看，这么大啊！这我发现的蘑菇，哇，太激动了啊！这个蘑菇好啊，收入囊中。我看，嗯，这个是小的，你这个小，挺好，挺好。你看啊，他们悄悄地把蘑菇都送给我了，太开心了！孩子们，快来，我发现了好多蘑菇呀！快，那都是毒蘑菇，它不能吃啊！那这都是毒，它粘人，它可以冒烟儿的啊！这不能吃，那那边那些也都不能吃。对，啊，那这个能不能吃？这种的白的，这种白的，哎、这个能吃，这个可以吃，这个可以吃。嗯啊，那咱们就采上它，这是能吃的。这还有一个，这也是。哦哟，然后头皮儿。这叫啥蘑菇？酒杯。酒杯蘑菇啊，这三个能吃。看来采的蘑菇还得让孩子们鉴别一下，不然万一糖板板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看一看我们和亮亮的劳动成果啊，这都是咱们的蘑菇，哇！阿姨，我这还有这么多，你采了那么多，来给大家。姐姐也在采的。来看一看，这是丹丹采的蘑菇，这是我和亮亮的啊，还有他们给我的，然后这个里边呢是。姐姐采的蘑菇啊，是尖尖采的蘑菇，那个不能吃啊啊！那你帮阿姨扔了吧。可能我采的这些蘑菇呢，必须得让孩子们给鉴别一下才能知道呢。然后还有这里还有袋子里边采的，这都是咱们今天的劳动成果。看来咱们今天一下午成果还是不错的，是不是姐姐？是，咱们收获满满。采是的，走嘞。咱们这就下山吧。蘑菇，我要上去摘一下。是吧？你又发现了。好了，不采了，孩子们，咱们回来啊。下山了。